版《想见你》终于要上映了。20日，凤男小队出席记者会，徐光汉变超俏皮。柯佳嬿见爆自己这个料，那应该是大荧幕嘛，大家就看到大荧幕上徐光汉的那个颜值。感觉又升级了？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情，没有升级啊！我觉得反而是就是觉得看到自己演高中生，有点想要就是握紧拳头的一个这样的感觉。自己在旁边 OK？ 没有，但是我没有这样讲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姐穿高中制服还是非常 OK 的，还可以挡，对，真的还可以挡。对吧？对吧？嘉嬿有在督办的高中生感觉怎么样？我自己看到的时候非常不好意思，我看到我穿制服的画面的时候，我在位置上就没有，就觉得哇、啊、希望观众不要太介意。演出像小健有两个角色这样子，你当时在拍摄的时候你在家里是会这种状态？我回家就穿制服啊。所以平常有这种啊？没有了，没有。我开玩笑的啦。算是电影版电视剧版，凤男高中。对，电影版也有提供了新的知识。完了，这是飙了啦。对啊。有没有觉得高中扮相觉得怎么样？我自己是不忍直视。就觉得他觉得。哎，那电影还没上映。我很奇怪。没问题。对啊。电视剧版，电视剧版。制服不一样。就不一样哦。没有特别啦，因为他就是角色的一个样子，我们没有去，就是像你们把它拆解成，哎，那好像刚刚是我自己起的头，对啊，好，开玩笑，好，我喜欢了，我喜欢穿制服了。